这个是直接加热的液拉模组合块，现在我们把它拆开。首先拿开上面的液拉模块石，然后是钢碗，接下去是一块铁片，里面是一块石模块，石模块可以拆开。哦，是一块薄的铁片，另外一边也一样的。先是液拉模块，然后是钢碗，这是铁片，石模块，一块薄的铁片，然后里面是石模块。是一片冰子片，最中间的就是石墨。好，可以了。